国家公务员的话，他就是肯定要想办法请假呀，有的是什么倒班呐、啊，我想这个他都会自己安排的。当然，有的场次他会牺牲掉，重要场次我想肯定不会拉下的。老公他不能职业比较自由噻，然后他白天上班都。 看他这次看哪个吧，这次看这个，现在只有篮球赛事，所以没得足球赛的嘛。他这个篮球是因为，一直是打双人，只有莱比锡是远东的城市在里面，是这样。就是附近的吧，还在是就是流动的客人，他们看这里有很大的电视，有这个气氛，有这个氛围，他们都留下来在这里消费，在这里看球。他们两个人是荷兰队。